受到台风小潜的影响，台东东海岸四号风雨逐渐增强，海域出现长浪，里西里岸部落海堤掀起巨涛，溅起的海水随风飘到部落。成功镇小港渔港有一名忧心船筏的安危，特别再度来到渔港加强防台工作。它就是浪啊！哦，这边浪很大哦。对啊，那个浪大哦，这边那个流水没有强。当爱国花嘞，当爱国特别嘞，啊喏，厦门对台尼爱听的歌呀，大米那嘛啥，嘛直接个大米那嘛打落个咩，就是嘛直接大米那伊啊台国经费是被修理，所以说这个大米比把炸坏个大米那啊这个直接。随着台风逼近，东海岸风浪会越来越强，东海岸知名的风景区三仙台。仍有游客前来游览，受到封锁线的限制下，只能远拍海景。而渔民祈祷台风小潜不会造成任何灾害。原视新闻访问了台东成功采访报道。